一下怎么知道没有用呢？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跟程朗去看一个电影，就约他看那个关于暗恋的电影，叫《情书》。说什么呢？说到情书，哎，程朗，哎，曹操小菊这么巧？对啊，实在是太巧了，我陪他来的。对，他陪我来的。那个，我来拿信，你呢？我来寄信。那我先走了。 拜拜，哎，程朗，小菊说她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松开！看不出来啊，你居然会主动来图书馆学习，真是难得啊！是啊，我好不容易来趟图书馆，我就遇见了你，我真是倒霉啊！我写什么呢？ 高数作业，高数作业藏着掖着干嘛？找人我看看你错了多少。哎，别急，我不跟你看。让我看一下。不要。你磨哪儿呢？夏小菊，我刚换的衣服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别嚷嚷了，行不行？衣服脏了我给你洗吗？我又不是没帮你洗过衣服。